所以如果你们有明天来台中的朋友，可以跟汤小师联络。好，老师恰恰地卡米索哦，是猪脚面线的啊、哦。谢谢谢谢啊、哦。哟，这边谢谢志伟，志伟，志伟怎么有办法看节目啊？志伟不是在上学吗？现在不是今天礼拜一，不是上学吗？还是你在学校可以看看手机是不是？哦，我们谢谢志伟啦，祝自己生日快乐啊！哦哦哦，新竹放假哦，是新竹放假。那像新竹有风跟雨吗？谢谢玉长说祝老师生日快乐，谢谢啊、哦，谢谢那个志伟，新竹有没有风雨啊？对啊，台中的话呢，就是天气阴天哦 ，cloudy day， 风很大。我们台中现在还是很平静，所以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啊、这个是那个台风来了。小鱼，你跟我是同样一天生日哦。哎呦，真的，小鱼，我们两位都10月1号哦，真的哦。哦，那我的荣幸呢，真的啊 ，It's my pleasure。难怪我们两个那么麻吉，你知道老师把面线拿给你们看了，我已经买回来了。那小鱼怎么过生日？小鱼要怎么过生日呢？哇，这老师庆生，汤丽娟老师庆生的东西都买回来的。我猪脚放在那个放在冷冻，我猪脚昨天就买的。因为今天哦，今天市场没有卖猪，今天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，台中那个传统市场没有卖猪，所以我猪脚昨天就买了啊。这个面线有没有 thick noodles？ thick noodles 呢？啊，这个面线 thick noodles 啊，是呢这个面线啊，所以我明天会煮猪脚面线。那明天是10月1号，对不对？哇！我们呢有一位呢这个法国人要来哦，叫 Jeremy， 到时候老师会邀请他上我们的直播节目。法国人哦，因为呢我不是讲我们房东这边有客房吗？哦，有客房，然后这位法国人呢就是要来住我房东的客房 guest room。 那因为房东不会讲 English， 遇到外国人怎么办？就请汤炫老师呢帮忙招待。刚好呢我8月份才从欧洲法国回来嘛，我说好啊，我来帮忙招待哦。所以明天呢开始一年一个礼拜哦，我们呢多了一个法国的那个 roommate， 应该叫 neighbor 了， he is our neighbor 哦， neighbor 就邻居 neighbor 挺有趣的啦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家 ，We are the world 哦，只要你敞开心胸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到处呢都可以认识好朋友哦，不错。刚才呢 ，Alex 老师，你们还记得吗 ？Alex 啊、老师 ，Alex Chan 啊、哦、，Chan， 他那个 Chan 是 Chan， 啊，我是 Chen， 我是 Tony Chan。他是 Alex Chan， 他刚才要、哦、来看我了、哦、跟我聊天，因为他是以前我们汤尼英日语美语补习班的老师嘛，英文老师 English teacher、哦、然后呢还送我那个桂格养生的养济人生的基金呢、啊哦、还送我基金 Chicken Essence、哦、哇这多下一耶，来那先来听一条啊，什么歌好？来听我一条，爱你今生今世，爱你今生今世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好，能听好没呀？再跟大家聊聊天。今天9月30号，2019年，谢谢彩玲说，汤丽娟老师生日快乐，幸福吉祥哦，谢谢。谢谢啦，多谢大家祝福哈、哦！哇，老师明天会煮猪脚面线来庆祝自己生日。
快乐。谢谢爱丽今生今世、哦、不容易、哦、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如果观众朋友能够找到一个爱你今生今世的人，哇，那你真的要好好的珍惜、哦、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、哦、难免都会有摩擦啦。那汤小师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沟通、哦、沟通很重要、哦、我们夏威凯按摩师来了、哦、谢谢威凯、哦、要多沟通，英文叫 communication。 威凯，哇，你今天有空吗？礼拜一有没有办法来按摩，来 massage massage， 你有没有办法、哦、今天的话我这个比较有空，因为这个张经理排休假，张经理休假呢我就没有外出行程，所以我比较有空、哦、看肖威凯有没有空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南蝶，欢迎我们的秀场经纪人南蝶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南蝶进来。汤小师为大家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哇，要唱歌哦，进来，进入来，第三杯酒，来试看麦啊。谢啦哦，台风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台中的话，没有风，没有雨。谢谢南蝶，谢谢。来来来，甲小酒捧罐罐，我祝福你，始终都要心关。咱的情。虽然地地流乱，简单在我身上召唤。来来来，我头一杯，祝你圆满。第二杯，鼓励你，通过你任何的难关。第三杯等你，时光太酸，才来继续你喝完。谢谢谢谢小鱼在 UP 热情的送了生日帽给汤丽倩老师，谢谢。来来来，
将小酒捧罐罐，我祝福你顺风就心愿。咱的情虽然天地流乱，请你红霞不通操烦。来来来，我头一杯，祝你圆满。第二杯鼓励你，通过任何的难关。第三杯等你，成功开涮，再来继续饮好玩。来来，我头一杯，祝你圆满。第二杯鼓励你，通过任何的难关。第三杯等你，成功开涮，再来继续饮好玩。哟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大家哈，感恩呐、啊。第三杯酒啊、哦，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 UP， 我们每天中午12点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an 老师啊、哦。明天呢是汤小老师的生日啊、哦，也是我们小鱼的生日，小鱼你好。Happy birthday to 小鱼！我不知道小鱼怎么样庆祝自己的生日哦。汤小老师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方法呢，就是要煮猪脚面线、低卡米刷哦，要能招待呢我们呢直播的贵宾。如果呢你们能呢明天呢10月1号对不对？有到台中来的话呢，拢来好汤小老师请吃低卡米刷哈。哦，我要自己煮了 ，I cook by myself 。我很爱煮饭呢、啊，所以我就煮猪脚面线请人家吃啊、哦！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下一首歌《七斤带谁嘎》，一起来欣赏。海英陀螺
感谢你，谢谢哦。对啊，那首歌是《七情歹西港》哦。来，我们这边呢看到赖文宏，哇，你好，我们的刘大哥刘同颖刘大哥住高雄，谢谢你进来啊、哦。我们的新竹的工程师志伟，志伟啊，志伟，今天志伟说跟我说 ，Tony Chen 老师说放台风假。新竹现在是风大，是不是？风大没有雨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各位贵宾，我知道今天呢，北台湾好像好多县市都放台风假了啊。如果说呢，你们在哪一个县市呢，要分享当地的天气呢，可以告诉我们啊。新竹的工程师说已经下雨了，我现在目前新竹在下雨了哈、啊。我们台中的话，目前是阴天，没有风，没有雨啊。然后呢？还有哪些县市的朋友你要分享的哦，我们 Chenfish 你好， Chenfish 在台南哦，台南的朋友 Chenfish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台风目前呢台南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哦，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都分享一下咯，谢谢你。那今天的 UP 公司呢有发一个简讯给我哦，我有发给呢我们 UP 的贵宾，那什么事呢？就是呢，这一个公司呢，今天一天而已啦，哦，今天是9月30号，现在储值有优惠啦 ，special rate 啊、哦，怎么优惠法呢？现在储值怎么优惠法呢？只有今天哦，如果你储值呢，这个一万台币。可以拿到24200UB 啊、哦！大家告诉大家，一万台币可以拿到24200UB 啊、哦！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的这个储值表哦，最高是70万台币，70万台币可以拿到178万6400哦！哇，这个70万台币耶！它就是10万、20万、30万、5万、6万、7万、8万、9万、10万，再来就跳到15万，然后就跳20万、25万、30万、40万、50万、60万、70万哦，最高就是70万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我们 UP 公司的贵宾啊，
如果能够储值70万台币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真的是我们 UP 公司的 super super VIP， very super super super， 不知道几个 super VIP 了哦。这个谢谢大家对呢啊、这个哦哦，邱先生您好，您好邱先生，我是 Tony Chen 老师，好高兴我们加入 LINE 了，晚上9点前我会给您回电。哇，你好邱先生，邱先生他是在装冷气的哦，你们有没有概念，现在装冷气很贵呢，那个工钱不便宜呢，你们知道装一台冷气多少钱吗？如果你装一台三吨的冷气多少钱？分离式的三吨冷气多少钱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哦，我今天呢才能联络到邱先生，邱信雄，这边有没有观众朋友？你们家有没有装过冷气？哦，还是呢在做冷气方面的，有没有提供一下装一台三吨冷气工钱现在是多少， how much， 基本工钱没人知道哦。邱信雄先生告诉我，老师现在装一台冷气基本的话就是6000块台币哦，那个是 basic fee 哦，如果呢你那个管线拉得更长费用更高哦，这是邱先生告诉我的6000台币啦哦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哦，这个啊、工钱现在是越来越高了，工钱现在台湾哦，基本工资一小时是150，是不是150，是不是啊，那过了以后要调到158，要涨8块，有没有人在打工的啊？你知道这个价格吗？台湾最基本工资现在目前一个小时是750块，提供给大家。来，我要继续胡闹，在音乐的世界的。我们再来听好听的歌，《熊爱狼》，伤我最重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你太在意他了，对不对？熊爱狼，伤我最重。来听听看这样的歌。好，我在做节目哈，我有空再跟你讲哈。好，谢谢。我知道。他在睡觉。我今天有问冷气的，我不用再跟你讲哈，因为他还在睡觉。好，拜拜。日立冷气3吨5万，2吨8，4万6，安装基本6000。
这是人家报给我的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这首歌呢，最爱的人伤我最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爱人家，对不对？很在意对方，所以对方会伤你最重哈、哦。谢谢我们873816，谢谢你哦。873816，昨天好像有看我们的外景节目哈、哦。昨天汤炫老师出外景，有看到的朋友请举手，告诉我昨天去哪里了。昨天呢，我们呢 UP 独家直播。好看爸爸照下午2点到4点，对不对？昨天是礼拜天嘛，老师去哪里有没有人知道？哦，看到的赶快告诉我哦，我来送个礼物好了，好不好？送个礼物，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个超可爱的哈、哦，哇，这个873816是直到台风来了哈、哦，来这一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台湾买不到，有没有看到这只超可爱的？这只啊叫眼，那个叫哎眼镜猴，这是猴子哈、哦，眼镜猴，眼镜猴是哪里的特产啊？他这边就有哦。这老师呢，出国做直播的时候买到的，有没有？哦，之所以会买，我觉得他在高注耶，而且他这个是真的是贝壳，他都用贝壳哈、哦、粘在一起了啊。哦这个就是 key ring 啊，这个钥匙好，钥匙圈好可爱哦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在树屋，树屋的话有个眼镜猴山，你知道那个眼镜猴啊？一般我们想说那是猴子，是不是很大只？不对耶，眼镜猴好像一个老鼠一样哎，它那个大小像老鼠而已哦。哦，我们要去那个眼镜猴啊保护区哈、哦，看到的，对啊，你看这个是钥匙圈，对。哇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昨天的 UP 独家直播，好看爸爸的节目，我们去哪里采访哦？知道的话，老师来送这个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这个
很特别的 key ring 啊、哦，这台湾买不到，这在我们的菲律宾的树屋眼镜猴保护区买的啊、哦，就这只眼镜猴陪着你，这高珠耶啊，这 cute， 高珠叫 cute，c u t e cute 啊、哦、，very very cute 啊、哦，台中非常好，台中就是阴天，目前没有风没有雨了啊、哦，谢谢。873816，谢谢你的关心啊、哦！这个813、873、816，您住台北吗？好像北部的话会比较 serious 的啊、哦。我们中南部其实都还好啊、哦。谢谢你啊！我来公布好了，昨天呢，9月29号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，老师呢啊到台中市啊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818号，我去采访呢这个啊中华民国潜能建道协会所主办的第17届馆长杯建道比赛哦，建道比赛。这次呢采访呢最特别呢，就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叫房安安，他本身呢是早产儿啊、哦，有听障的问题。不过呢，房安小朋友就7岁，在妈妈的鼓励之下，他呢跟呢潜能建道馆馆长李宏明馆长学了建道哇。我们李宏明馆长哦，他个人呢是世界杯呢建道个人赛第4名，全世界的第4名呢哦，加厉害。然后妈妈呢希望呢这个房安安小朋友呢，能够呢从剑道当中学习意志力跟坚韧性啊、哦，所以昨天汤小师呢也亲自访问到房安安，对我们安安呢，他这种运动的精神哈、哦，真的很感动。尤其呢，房安安本身他都需要带那个助听器，他告诉我哈、哦，他呢带这个助听器，对不对？在呢学剑道要带护具，对他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而且有时候带一带呢，因为剑道一打的时候呢，哇，可能呢这个啊、助听器呢都掉下来了。那因为对房安安来讲，如果没有助听器的话呢，他可能就听不到，是这样子啊。873816，你就是林彦智啊，哎呦。你在干嘛，燕智？燕智小弟弟，你怎么又变号码了？为什么？我在想说林燕智最近怎么不见了？结果你就是林燕智哦！啊，郭淑金老师，郭老师你好，欢迎郭老师进来哦！哇，谢谢郭老师！哇，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抹一下药。老师这个右手臂哈、哦，好像有职业病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职业病？就是。我如果做外景，我不是那个右手都要拿那个吗？拿那个手机吼，那像昨天一拿就是2个小时，所以我这右手有时候都会酸痛，好像就是会酸痛，你知道哦？我说这个真的有点像职业病，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哈。我说出外景的时候，那个手一直拿手机，很辛苦哎，因为又不能摇来摇去。哦，要保持一个固定呢、啊，所以也出外景呢，那个好看爬爬照，其实是节目很辛苦的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为什么赶快抹个药哈、哦？因为我要拿起来受不了，我的那个右手好像不能动，所以我刚刚先抹个药，受不了了。我的右手了，右手好像有职业病了啊！每一种工作其实都有它辛苦的地方，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辛苦那一面哈。哦，好，我们欢迎郭淑金老师。郭老师好。哇，我这个上个礼拜才跟郭老师碰面了哦。这边谢谢。然后呢，汤炫老师到三重正义宫哦，去参拜呢我们梅州妈祖了哦。因为这个啊，郭淑金老师的三重正义宫啊、哦，目前我们呢啊梅州这个金妈祖，这也是汤炫老师呢从湄洲岛呢千里迢迢请回台中啊、哦，然后呢现在呢在我们的三重正义宫啊、如果呢我们好朋友
想要呢参拜我们正统的梅州金马祖的话，那就要到我们的郭淑馨老师的三重真义宫哦。刚才郭老师有进来吗？哈、哦，三重真义宫郭淑馨老师的电话0936678961，0936678961啊、哦，这个要去参拜的话，再事先跟郭淑馨老师联络一下哈、哦，谢谢。来，下一首歌《汪猛踢》，老师为你们献唱。谢谢啊、哦，燕智帮我们把郭淑馨老师的电话打出来了，谢谢。红呀吉祥天，红呀吉祥天，你我哪会无志气？哎呀小心天，今个来到你，想你想你不再有啥意义。世界地通行，都有你的消息。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。我问天，我问你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。我问天。我问你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想要放袂记，我不知不觉做十年。我的雨，甘愿是人饮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追十年。呀真想你，你我哪会无志气？哎呀小心你，今个来到底，想你想你不再有啥意义？世界地通行，都有你的消息。我的感情予你放个心事，谢谢小鱼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想要放袂记，我不知不觉醉十年。疼我的雨，甘愿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梦是梦中醉十年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你，敢会当爱聪明？想要放袂记，我不知不觉醉十年。疼我的雨，甘愿是男人的泪。我面对现实，梦中追查你。
有这首歌叫我问天、哦、我问天 I ask the heaven、哦、I ask the heaven、啊、这个蛮好听的一首闽南语歌曲啦、哦嗯、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今天呢9月30号、哦、我要这边要谢谢红酒杯，因为九月份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、哦、那最后一天呢老师这个月的80000呢 UB 还没有达到嘛，大家如果有关心我就知道。那红酒杯今天呢就打电话啊，用 LINE 问我说老师哦，要不要帮你补齐呀、啊、要帮我补到80000哦，这个谢谢红酒杯啦、哦、谢谢红酒杯。因为红酒杯呢要参加送 UB 换好礼，想要再换一只手机。那我跟红酒杯说、哦、这个因为新汉有跟我说月底，因为新浪还答应我说要送我23000 UB 啦、哦、他说月底要给我、哦啊、我就跟红酒杯讲说、啊、如果新浪今天有给我23000 UB 那我这个80000就达标了嘛、哦啊、如果没有的话晚上9点前、啊、我再赖你、啊、你再帮我补齐啦、哦、所以呢很感谢红酒杯啦，真的红酒杯、哦、这个在感动的在关心汤炫老师哦啊、如果 UB 呢80000 UB 没有达到怎么办呢、哦、所以他就在暗中默默的支持我帮助我、哦、真的是友谊无价，谢谢、啊、Wilson John、啊、Wilson 你好，欢迎你进来，小星星谢谢你进来了、哦、你目前收看的节目呢是 UP 独家直播、啊、每天中午12点汤炫老师为你呢在台中直播室主持的台湾万花筒啊，台湾万花筒啊这个节目。然后呢11月份呢我们台湾万花筒啊的姐妹节目好看啪啪照要出外景啊。这几天我就在想齁、哦、因为我们出外景的地方呢是要到普吉岛去直播，普吉 Phuket Island， 时间呢是11月9号到11月19号，就是9号到19号、哦、那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，说到底要不要在台湾先办泰国签证，还是到机场去排、哦、这个免签、啊、在台湾如果事先办的话呢，旅行社呢收费呢是一个人1500、哦啊、如果到普吉岛去排，排多久就不一定，可能排半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更长，要看当时人有多少。那我一想一想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，汤炫老师很怕在那边排队，我觉得排队还挺浪费时间的，就在那边排队在等哦。所以我在想说哎呀1500嘛，那干脆把它花一花算了，而且我们呢普吉岛那边有人帮我们接机啊，这样也不会让接机人等很久。那我是觉得啊，既然出国了哈、哦，没有差那么一点钱呐、啊，那大钱都在花了哦，让他方便就好。所以我想一想，可能呢，我们真的是会呢，把这个签证在台湾就办好了哦。这是我今天呢，想法啊、哦，想说，哎呀，本来想说到那边办，后来想一想，哎呀，还是没有差那一点呐、啊。方便就好，在台湾办一办了哈。这个是关于呢泰国要到泰国去直播，想到泰国签证的问题啊。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您呢泰国开放呢这个落地签证的时间之后啊，你有去泰国啊，有接触到这个落地签证，也可以呢啊。热情的跟汤炫老师分享、哦、您呢泰国落地签证那时候你等多久、哦、听听一下你的意见一下，看是值得等吗，还是就不要等了，那要等多久呢、哦、知道的朋友也可以用 LINE8253TC 告诉
耶、yeah, 一定要幸福哦，你要幸福哦，谢谢谢谢小鱼。不晓得嘉义的小鱼哈、哦、明天要怎么庆祝自己的生日啦啊、哦、那汤炫老师庆祝生日的方法就是明天呢我会煮猪脚面线啊、哦、那我就跟我的兄弟啦我的弟媳们说明天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室啊、哦、来吃猪脚面线啊、哦、因为明天我会煮猪脚面线来庆祝自己的生日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比较有年纪的、哦、都爱加低卡米刷啦，那个蛋糕哦真的是很少吃，也不是那么爱吃啦哦，这个吃起来觉得好像吃猪脚面线比较有意思哦，比较好吃，这样也比较健康吧哦。我不晓得小鱼要怎么过自己的生日了啊、哦、不过呢其实说真的每年呢到自己的生日啊感触总是特别深。第一个就想到时间好快哦， Time flies， 一年一年的过哦。汤立宪老师在 UP 独家直播已经第三年了， third year 哦，真的第三年了。非常谢谢这三年来呢我们嘉义的小鱼情意相挺了哦，这四个字真的是情意相挺。每次呢我一开播他就会在线上等我的节目哦，这一点就让我很感动。然后经常呢啊，送汤炫老师礼物啦哦，真的到目前小鱼已经是紫色的贵宾了哦，所以也非常的谢谢小鱼。可能你平时都省吃省用啊，把它节省起来对不对啊，买那个礼物送给通一圈哦，这个是真的非常的感谢嘉义的小鱼啊。明天呢10月1号是 my birthday， 刚好是礼拜二哦。那明天的话我们台湾万花筒呢就休息一天，礼拜三哦，礼拜三的话呢也要休。为什么礼拜三呢？我要到白冷国小演讲哦，它是在台中市的和平区东关路一段分校29号，就是那个古关分校啦，白冷国小一个古关分校哦，我要去那边演讲、哦、演讲时间呢1:30到3:30、哦、1:30 to 3:30，所以我大概中午12点就要外出了、哦、要去做演讲。 I'm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 at the Biden Elementary School， 所以明天呢台湾万花筒也会休息一天、哦、所以下一次呢台湾万花筒播的时间就要礼拜四。小鱼这样你知道吗？2、3、2天我休息哈、哦，我们就礼拜四10月3号中午12点再见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谢谢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，小鱼热情的支持，也祝小鱼生日平安快乐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礼拜四10月3号中午12点再见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午安哦，拜拜。今天是台风天嘛哦，希望呢大家没事情就是少外出啊、哦，因为如果说你们外面有风雨，台风天外出还是危险的啊、哦。我们安全第一 ，safety is the best policy 啊、哦。我们安全第一，祝福大家，祝福小鱼，大家午安，拜拜，拜拜。